你多大？我80后的。80后？我9后。我是。大哥，这边给一个吗？手一手。我们在相亲，这样，你给他唱一首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大哥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听到你们不是在相亲的吗？我90后，他80后，我们不合适。哎，大哥，你先听我说一下，你们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？80后的女人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低调奢华有内涵，洋气奔放有深度。她没有70后的沧桑，走过了90后的幼稚。特殊的年代造就了特殊的女人。80后的女人，你值得拥有，一旦拥有，你爱不释手。兄弟，今天就冲你这句话，我点首歌。大哥，你要点什么歌？你有什么原创歌曲吗？我有一首原创歌曲，如果有一天无法把你留住，我觉得比较适合你。好，就这首。好的，那我找个伴奏啊。真不负你，我渐行渐远，变得模糊，从没有走进爱的国度。如果有一天无法把你留住，也请你把我真情记住。如果有一天无法把你留住，我的退出是为了你追逐。如果有一天无法把你留住，也请你把这美好记住。幸福，幸福。